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25 ወደ ሆስፒታል ሲሄዱ ልምምድ 我今天不舒服 你去医院了吗? 我没去医院。我今天不舒服。 你 去医院了吗? 我没去医院。我今天不舒服。你去医院了吗? 我没去医院。我的头疼。你应该吃药。我的头疼。 你应该吃药。我的头疼。你应该吃药。我 感冒了。我也感冒了。我感冒了。 我也感冒了。我感冒了。我也感冒了。 你的肚子疼吗? 对，我的肚子疼。你的肚子疼吗? 对，我的肚子疼。你的肚子疼吗? 对，我的肚子疼。 你拉肚子吗? 我没拉肚子。
你拉肚子吗？我没拉肚子。你拉肚子吗？我没拉肚子。你吃药了吗？我没吃药。你吃药了吗？我没吃药。你吃药了吗？我没吃药。你去药店了吗？我去药店了。你去药店了吗？我去药店了。你去药店了吗？我去药店了。中药好不好？中药很好。中药好不好？中药很好。中药好不好？中药很好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